各位影友，又是这个成龙直播时间。我今天呢就提一提给大家看呢，是两位医生的作品。那一个呢就是跟我们去拍摄缅甸的关永豪医生。另一个呢就是洪克汉医生。两个医生呢，其实现在近期呢我们很多个医生呢都是在这里呢成长进步得好快。好快呢，他们又已经呢又拿世界十级又有啦，又考好多试，在沙龙获得好多奖。咁呢个都系好现象嚟㗎，超过十个医生，如果我计上嚟。咁呢医生嘅成长加容易啦，因为佢哋嘅学历会高。那个头脑呢一定系好比较呢系先进，即系比较呢就好快就学识嘅啲嘢。咁虽然话佢哋系叻啊，但系佢哋都要抽好多时间出嚟去影相。其实医生都系好忙，佢哋就将呢个空余时间就系差唔多攞晒，基本上都系攞晒嚟系发展佢哋嘅摄影兴趣。我记得呢我哋个会嗰度呢系试过一班呢专登系一班呢开一个班，全部都是医生来学的。由初班到高班。我们看着一班医生成长得很快。亦都是在现在在很多时在这些学会呢，他们都担任很多的职位，为那个摄影是有很大的贡献的。现在我分析一下两辑作品完全是不同的风格。一辑呢就是缅甸的人物写实，另一辑呢就是生态。其实两辑相都不容易考到的。当然考到的话，他们的功力应该是已经去到一个循到跨境的地方。大家都知道高级会成会跑的嘛。咁我哋事先睇一出呢个缅甸嘅作品呢。你要学喺缅甸嗰啲摄影，你係要学到好多嘅光源啦、构图啦、人物嘅摆铺啦，咁呢就係好精彩嘅。就地取材。每逢我哋去到每一个国家影相，好多时都係一次过佢哋就影到啦。当然又要天时地利人和啦，咁亦都系呢佢亦都会喺旁边呢系指导佢哋嘅。一睇一张第一张考试作品。其实呢啲揸住啲香嘅作品系好多。但系每一次我哋都要有变化。唔好次次都系一样。呢一张都系靠窗口一啲天然光射入嚟一间好暗嘅屋仔里面。个光就係靠窗口嘅光。令到阿婆婆个面嘅光好靓。咁呢个揸住呢啲烟呢，因为风向问题呢，佢係飞去另一个方向，飞去呢个窗口嗰边。形成咗一个线条出嚟。拍亲呢啲人物，我成日都系教大家眼神、表情最重要。祈祷佢哋嘅眼都系要精灵向住上方一啲。点解要为一条毛巾呢？一条红色嘅毛巾兜住之后呢，你会觉得呢个人物嘅就容易突出咗。唔会同个背景黐埋一嚿。好简单嘅一张作品，表现得到佢嘅虔诚。好，睇第二张。嗱，呢张就睇到阿医生佢嘅深度。呢一张相唔系我摆布，系一个
当时我哋影呢个佛学院食饭，人人都会注视下佢啲和尚食饭，都会只系会影嗰个窗口嗰啲和尚入边嘅和尚嘅情况。关医生咧，佢嘅视觉触觉喺呢度你就见到啦。佢就系啱啱见到个和尚出现喺前面，咁于是佢就即刻就将嗰个和尚经过嘅时间一刹那就拍摄咗落嚟。所以呢张唔系铺嘅作品，系佢嘅触觉嘅作品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嘅所谓摄影眼。摄影意念喺短时间间，你要发出呢个意念出嚟。所以好多时话唔系啊，一定跟和尚永远佢就影到相啦。除咗跟我影到相之外，自己个人嗰、那个摄影意念亦都好重要。跟住呢一张。其实我都睇到咧，喺呢个永明法学院，嗰啲和尚喺入边食完饭，就有好多人，有好多咧附近嘅居民啊，穷嘅人家就去呢间法学院喺度等，等啲和尚仔出嚟食完饭食剩啲饭，有啲剩余嘅物资，佢哋踎喺度咧，有啲和尚好好心。就会俾咗佢哋嘅，无论大和尚、小和尚都会，所以佢哋日日都系希望咧喺呢度得到少少嘅饭菜糊口。喺呢个时间，我哋知道有呢个情况咧，就喺附近喺度等。关医生啱啱就喺度等到呢一张好特别嘅作品。个老和尚到最后至出嚟，佢攞住啲饭送出嚟俾佢哋嗰啲穷等人家。佢一影嗱呢张相你会见到啦，你好难系影到晒全部嗰啲人物喺度吓抢饭食，但呢张只系见到个兜。你就知道嗰啲人几咁希望个和尚系将嗰啲剩余嘅饭菜系俾佢哋，佢哋唔会打交争，只系大家拎着兜出嚟，希望大家分一啲。好啦，呢一张喺一个岸边拍摄。呢、这、一个码头系好穷嘅穷人家喺度生活嘅，佢哋嗰啲屋就喺个码头侧边搭一间咁嘅茅屋喺度住。如果当嗰日有船送啲陶瓷上岸，佢哋就去帮手做呢啲杂工，搬啲情上岸。日积月累，形成咗佢哋有独特嘅自己嘅方法，攞得好生活一生活，佢哋会谂到好似而家咁嘅方法。一个人可以拎七个罐上岸，呢啲缅甸嘅特色，你喺地道我相信都揾唔到。咁呢一张咧，就系、是、可以讲话。将佢哋缅甸嘅特色啊、生活写照融合于作品之中。原本个码头背景系冇咁靓啊，唔会有咁多佛寺。关医生就将蒲金呢啲佛寺就合成咗喺作品嘅后边，令到个作品咧更加系添上。缅甸嘅色彩，再加上一个好攰喺度
搬完之后喺度透凉嘅人，见到佢上嚟拎嘢过嚟，仲喺度望住佢有少少地。张相系咪个内容丰富好多呢？嗱，另一间佛寺，小和尚喺度拜佛。小和尚喺度拜佛，呢个系好老嘅佛寺。好老嘅佛寺，其实呢一你睇下啲旧嘅建筑物，你就知啦。我哋去到好远好远嘅地方，揾到一间古老嘅寺，金碧辉煌，所有嗰啲墙壁都系装咗一啲宝石，所以呢个系好值得纪念嘅一个艺术品。当日啱啱。有个光影投入呢一个佛寺入边，呢个佛别寺嘅山洞入边，仲请咗一个小和尚虔诚礼佛。你见到好靓嘅放射性嘅构图，同一个地方，呢个地方真系好有艺术价值。四面都是佛像，四面有光道。今日呢一张，我哋用一个广角镜，几个弧圆形嘅构图之中，有光入嚟，三个小和尚喺度静静咁样会读经书。呢一张相亦都系突出咗缅甸嘅艺术。地点同埋佛教佢哋嘅虔诚，上到去一个好远嘅地方，去咗一间好旧嘅佛寺，好多已经系好耐冇修葺嘅佛塔，呢啲佛塔全部都系啲老和尚葬嘅地方，融融烂烂嘅佛寺中。好多居民都系喺附近生活，一个婆婆就系喺嗰度养羊、斩柴翻家，啱啱好路过嘅时候就影咗呢一张喺呢一个，你睇下呢一啲佛塔后边嘅佛塔顶生埋树添。所以你知道个佛塔入面可以生到棵树出嚟，你话几犀利呢，系咪够到。喺荒芜嘅佛像之中，亦都融入咗人民少数民族嘅生活。长颈一族系当地一个特色。佢哋多数都系做一啲织布嘅工作，做一啲好叻嘅布艺，用一个好广角嘅线条镜头，用一个放射性嘅手法，将嗰啲线，佢哋织嘅布嘅线，变成咗一个好斜线嘅构图，色彩丰富。人物亦都系做紧工作嘅特色。生活嘅写照，你就睇到小和尚除咗念经书有时间，佢哋嘅休闲活动。你未去过缅甸，唔知道原来啲缅甸嘅小和尚，佢哋踢足球系咁叻。你睇一张相就知道啦，将佢哋嘅生活活灵活现表现咗喺作品中，亦都要利用光影嘅位置去拍摄。个个小和尚嗰个头都起晒边光，令到个作品呢立体感丰富，又有剪影，
又有烟尘，又有动作，眼神的交流都向着这个足球。在这很多的很多的已经是荒废了的佛塔之中，寺庙之中还可以找到释迦牟尼的卧佛的佛像。虽然现在这些寺庙已经是没人拜祭，但是小和尚他们都会去供奉一下，去祈求佛祖的庇佑。人生百态，无论你是和尚、凡人，一样有开心有快乐的日子。有时小和尚就是这样好活泼地争取走快点，就成了一张很漂亮的很开心的人生百态作品。在拍这些作品之中，你都要不忘光影迷字，将个影全部拍落嚟，拍起上嚟特别开心，笑容系灿烂。喺古老嘅佛像、佛寺之中，小和尚有时就系靠一两道嘅门窗，就喺度借光去人去读书。呢张叫二对一啊，二对一，二对一啊，二对一啊，两个喺个窗，一个喺另一个窗。佢哋不时不时都系好勤力咁样背诵经书。在另一间的佛寺，你看到每一张都是用一个很好漂亮的构图，拱形再拱形的构图做了作品，那个艺术性很简单，三个和尚仔诚心礼佛，已经好表现到作品的艺术画面。这些活动之中，为了突出了个光影，我们点了很多灯你见了点晒灯，令到啲光线是特别的黄色的调子更加突出。有时除了是几个和尚很热闹之外，静修都是佛学的一部分。佛教徒有很多事都是只是他一个人，他都是很静静地去背诵经书研究佛学。所以你在一辑作品里面可以欣赏了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因为始终佛教都是清净无为。再来一张，你用五个的小和尚仔读经书，因为这个地方很黑，而根本就没什么光透入来， 就靠两边有个扇门，后面有少少光。五位的小和尚，我们这一张就是要求他有动与静的感觉，所以有旁边的几个和尚仔在这里动动动，但中间那个呢
好专心咁样读佛学，用一个特别嘅手法去影语影呢个啊《念佛经》嘅写照。开心快乐嘅和尚仔，读完书同佛学都有啲时间空闲时间，佢哋都要做下活动嘅。呢一张好融入生活，一个牛车经过，小和尚想玩啊，擒咗上架车度一路行。啊！唔使坐，唔使坐得行得咁辛苦。路过，但系有两个和尚仔上唔到车，因为冇位啦，只有一路追住嚟跑。喺呢个过程之中，你又会觉得有另一个境界，有啲开心嘅写照。大家喺度追跑緊，吴炳桥系好出名嘅缅甸一个条桥。我哋见到好多张吴炳桥，就系有好多人喺度行嘅剪影。呢一张就只系捕捉一个和尚，啱啱嗰日就只一个和尚。龟瓜之路，所以唔一定好多人行嘅张相最靓噶。呢一张龟瓜之路独自一个回佛寺，亦都系一个另一个未做嘅作品。小和尚每一日都有一定时间。就会喺聚集喺个经堂度读经书，喺度念经，最少有一个钟头，佢哋系喺度念经。一个老和尚就睇住二三十个小和尚，二三十个小和尚喺度念经书。呢、这个小和尚念经书之余，太闷啦。旁边有只猫经过，咁佢就喺度挂住对住只猫，喺度静止休闲紧。嗱，呢一张可以话系蒲金最精彩嘅日出作品。当太阳升起，你就会见到有一系列嘅呢一个氢气球喺度升起，掌握呢段时间，江口又有好多雾景出现。这个位置真是不容易拍，要好早去霸位，行迟啲你就冇位企，因为只有一个佛寺的寺庙顶一部分可以拍得到这个位置。啱啱好前景有人吹烟，烟雾好靓，太阳一出啲雾就会升起，掌握雾升起嘅时间，你只影到咁靓嘅作品。一张好特别嘅小和尚，佢哋啱啱出去化缘返嚟，返回佛寺，个个满载而归，拎住个钵。
一见到佢哋翻到日子，我哋就即刻掌握呢段时间，找拍几张好得意嘅作品。一次列队一齐翻去都有收获，好开心。加上仲有一只蜗狗喺前边，特别精彩。光影、长廊，令到画面嘅立体性好高。三个和尚担住一个圆形嘅构图，一步一步走向画面。呢张系以构图取胜。喺葡金最出名嘅寺院，晚上华灯亮起，天空正是蓝调的时间，只有半个小时你可以拍到这一张。刚好有个老和尚对住个佛子，对住释迦牟尼在这里思想念佛，很简洁，表现出佛国这个华丽的晚上。三个沙尼小和尚在这里研究经书，你见到他们都很精彩在这里、演绎思想紧佛学里面深奥的文章。背景好靓，绿色、红色、光影，人物都是个活灵活现。这一张燃灯亦都是三和尚点着啲蜡烛走去敬佛。一个好简单嘅思想构图，都系拍摄呢个缅甸佛国嘅写照。和尚仔唔止系咁简单嘅生活噶，佢哋到一个适当时间，佢哋就要为佛像去清洁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你见到用嘅位置、光影、构图都系好突出，色彩丰富。呢啲就系艺术摄影同你普通生活摄影唔同嘅写照。小朋友和尚仔一样天真烂漫，玩起摄影，玩起呢个布袋，跳跳跳，大家都一样咁开心。当一个小和尚小沙尼唔小心跌喺度嘅时间，又系我哋拍摄嘅最佳时间，捕捉到佢一个哈碌嘅镜头，特别作品就会丰富趣致。缅甸除咗小和尚，好多生活写照都系好的，好值得去取景，包括这个织造厂婆婆，她拿了很多个金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留意到这些作品的光影是很漂亮的。这个年老的婆婆这么精神，还在这里织紧布，有动感，有动与静的感觉。艺术的东西就是很简单的生活的写照，但是拍出来与众不同。
呢啲我哋都系要带定一啲辅助灯，将个面缸补翻光，你至有咁嘅效果。好啦，睇另一套洪克汉医生嘅生态作品。生态作品之中，呢一套系比较用艺术性更加高嘅境界去表现出嚟。一个蓝调冷调有落雪嘅地方，丹顶鹤两只喺度嬉戏你摸佢打交，其实佢哋喺嬉戏紧嘅打交唔系咁嘅，好开心喺度飞翔，喺冷嘅冬天之中，有一张好浪漫嘅丹顶鹤作品，一撇一撇，你见到双双对对，前面一对正系喺度发情，喺度唱歌，喺度酝酿紧佢哋嘅爱情，另一对老鹤，你知点解有老鹤咧？个冠都合埋啊，冇红色啊。有红色嘅时间就系佢嘅壮年已经冇佢哋嘅情操啦。哎呀，呢张系缅甸嘅，系刚才嗰辑作品嘅另一张码头工人搬运嘅作品，都系要讲究有光影，色彩好靓，蓝调。再加上佢孭嘅系橙色嘅包，唔知呢幅记，岁月中辛勤嘅工作，你见到呢一个苦力，你睇下六嚿腹肌，使乜去健身，一样有出嚟。好啦，另一张，光影好靓，喺度飞翔。要黄昏时间你才影得到咁靓嘅光影。喺度追逐嬉戏。我哋影生态係一定要影到佢哋嘅气氛，抢食。呢一张系抢食世界，三只黑鹭、灰鹭争鱼食，有一张抢食世界，金雕、白腹海雕喺度争食鱼。水花好靓，勾起条鱼亦都好靓这个就是我哋所谓嘅一刹那间拍摄，要用识得用个快唔快啲，你只可以影得到呢一张水花咁靓凝固嘅动作嘅作品这个金雕。都是用差不多的手法，但是两张的色彩完全是相同不同。金雕的金色当然是比较更加漂亮，是不是？这一辑的作品很多都是围绕着一些飞鸟作品。这一张三只就喺度飞翔嘅时间，追逐紧一只喺下边嘅海鸥，佢哋拧翻，佢居然拧翻转头去睇住佢哋。呢一张作品嘅精华就系令到佢哋系有咗连贯关系。呢一张
抢鱼食。你睇过好多影海鸥影嗰啲嘅作品，好少机会能够影到一张佢哋争持得咁激烈，系为咗一条鱼争到埋牙个嘴吓，系好少见呢啲作品。所以点解考高级会试，真系要有另一套嘅意念，每一章嘅故事都要好突出。又是曾慈的作品，你看他的作品很多都是集中在两只三只他们的关系，都是表现出了他们的无论是打交啊、求偶啊、爱情啊，都是有活灵活现的表现。隔岸孤火就是后面那只了，同要有一隻喺度做评判咁样，喺度对住佢哋望住佢哋，一啲嘢都唔做嘅。呢啲日出嘅时间一就候鸟正在飞翔，呢只学仔喺掠过喺天空之中，色彩层次画面都是很丰富。这一只鸠很特别，你看一下光圈的景深你就知道，后面不记得是前面一只杀到前面那只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是吧？前面那只抢到嘢食，杀到后面嚟嗰啲已经迟咗啦，系嘛？呢、这个气氛你就睇到啦。呢只将要用好多广角嘅镜头去拍摄。我睇好多雀鸟嘅作品，呢一辑嚟讲真系十分精彩，因为佢嘅表现。唔单止系承认一个鸟类生态咁简单，每一章嘅故事都系好突出，有晒表情，你睇下边嗰只同上边嗰只完全系有呼应。有大景，有小品，呢一张小品又系好精彩。妈妈同个 B B 交流，有晒眼神，有晒温馨嘅动作，好简单嘅色彩，好突出嘅黄色一嘅呢个个嘴。在整个画面都是最抢眼的颜色，最抢眼的是他们的眼神，这些的表现真的不简单。有一张捉到只是细细的鸭仔，两只口在这里想争食来者先得，后者只有望而轻叹。这一张好特别，好简单，只有一只雀仔，但是你见到佢几犀利，个嘴担住几多条鱼仔。所以呢一辑相有大景有小品，嗰、那个手法系比较全极啲，比较全面一啲。大景有，小品又有，温馨嘅有，互相交流嘅又有，打交嘅有。
呢一个啱啱捕捉啊呢只鹰啱啱起水一条鱼，成功捕获佢嘅猎物。你睇水花几靓，快门用得恰当。你睇个鹰个姿态，两翼双伸，就知道嗰个动感系几紧要。好啦，又俾一张温馨嘅地方嘅作品你睇。呢两只咁嘅啊，好得意嘅啊，鹤仔啲鸟类，好似天生一对咁样，如影随形。另有一个味道，评判欣赏你嘅作品都系要睇下你嘅内容，第一丰唔丰富，第二你哋嘅表达系咪有连贯性，系有个故事性，无论色彩啊、气氛、构图，每一张都有佢嘅特异，唔会话张张一样。好多朋友成日考试，哦，一辑相我考试喎，张张好精彩噶，张大张张都系好重复。呢两只有一对，嗰两只一对，其他嘅嘢冇啦。咁你就算十八张精彩，你都要落选。你而家你睇啲十几张、二十张作品，每一张有大品、大景有小品，有广角镜，乜嘢镜头都有出嚟。温馨嘅交流亦都系有，喜怒哀乐都系有表现晒出嚟。唉，仲有一张咁靓嘅作品，冬天丹顶鹤，呢个寒冬个水沟起晒烟雾，啱啱神光一线，你自拍得到。啊，呢个白鹭喂仔俾大家睇，几只仔。伸下伸下就是想翼啊，看着母亲，但母亲今次回来没鱼啊，他们会很失望。还有一张啦，啲鹰在这么冻的地方在打交，去到很远很远北极的地方拍啲鹰啊，东啊在很远的东京那里拍啊，啲雪地度拍。好精彩。好啦，所有嘅两出 F 俾大家睇咗啦，咁最后俾一张夜景嚟结束，呢张係好特别嘅香港嘅夜色啊。咁啊好啦，今日嘅两出嘅 F 我哋讲咗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